台湾文学馆29举办2022台湾文学奖创作奖的颁奖典礼，其中汉语文学创作亚红奖、汉语散文因为亚拜莫得奖者，评审团邱杰天爱同奖金韩国亚红奖改到小说类，故说汉语小说亚红奖就同时有两个得奖者。获得新诗奖的傅思纯，傅思纯以新诗创作谋财，得到亚杰汉语新诗奖。伊将思念已经过成阿妹的心情化作文诗，希望用安来同阿妹的菜田子林进行对话。首先，爱透过给写诗拿文学，对田当爱给讲一些话，希望给做得谈到爱对给讲爱深度的话。小说奖的郑佳敏，伊就喜欢温贤，林涛是长，阿娇白个甜。汉语小说得奖的作品《1945温贤》，作者钟赤明描述1984年戒严拍摄恐怖夜道残酷的悲剧，希望乐团头牌的历史元素唔会本人填表下。而阿伯的田得奖的林鹏勇，喺二万岁时嘅记忆做重建，描述自己阿公的钢铁，不断受到田宅人福的惨痛经历，文字流畅又情感丰富。发现啦，佢攞到一田久木材咧。想到头摆阿公阿婆，这样子啊，木子像不像地下吧？历史都在年亮，但是一天爱不愿记起来，你要用希望去样板来也好。因为行业三文今年投过只有2000，如果有收过2分天一位，但文是还有前进的空间，故说评审团建议得将再重启，并将奖金同奖项赛道收缩。故说今年行业搜索能有两个得奖的人，客家新闻陈文玲台南报道。